从永和到板桥到到台北，现在不用了，对吧？现在到苏东不用。改天见哦。到花莲，我找到到花莲，我带走。好。就到花莲，我带走了。啊？就到花莲，我带走了。好，那你保险，向外捡啊，记得分南部了，不要被盯了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一百八的。一二八。那我不发一二八算了。没有听到。